Hello， 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龙雪。白龙雪今天在拍什么杀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要用这个 Oh My God 来抛光这一台近战二代哦。它那个那个啥，头前的镜片都已经白内障，我们要把它修复一下。还没有用过这个抛光的，开始喽。哦，先来看一下它白内障有多严重哦。所以当初呢，吼，你拍这 LED 灯的时候，我刚才光线可能去掠掉，唔知道，可能我有影响的。哦，这个部分哦，我们等一下弄完，顺便要实测给同学们看。这不知道是问题来对啊，我靠！好了，开始了，来哦，一样哦，一镜到底哦，哦，先比对一下，嗯，袂歹。你能敢赞助，咱都爱自务性行销的。啊，你若讲要买的时候，我唯一支持白龙雪，在白龙雪的那个网址下面哦，下标白龙雪业绩，加支持者，刚好，哎呀。啊，你若讲迄个啥用料敢好用，先再去甲咱介绍一下。来，这对他来讲应该是小儿科的了。因为我底下抛光我的迄台1365哦，他已经有办法好好的去把它诠释出来，是觉得这个应该对他来讲应该是没问题。啊，你若正常用迄电动研磨机，应该是阁愈赞。用迄落去烹，我那是白龙雪较加用手工诶，因为研磨机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。好，啊，我赢，我真正赢。来，阁继续。啊，这个一定要一镜到底哦，安尼拍起来才会真实。然后我要大面积下去推了哦，哦，大面积的。我刚刚那发明这管线好用，阁俗呢，真正。真正唯一支持白同学哦，我还搁用迄个啥白同学嘴脸，你知道？安尼叫证明讲白同学的手，如果那个手是假的，再过来，好来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顺便去比对一下，说，哎，之前没有推的时候那个。灯具照出去那个光型哦很差，你们知道？我想奇怪，这 LED 用个这样好掉，那有可能还无啊？但是我们就是上次是为了 PK 啊，你这些话无蒙蒙无，这个再继续抛光哦，来，搁来哦，换边哦。我感觉这管真好用，搁俗嘞，真正哦，要落单唯一支持白龙雪，家己白龙雪才落得好啊、哦。因为白龙雪拍片足辛苦的，甲支持者。好，洪仔讲，厂商讲，白龙雪拍片足认真呢。好，啊，伊这小块食较轻无哦，这个部分要较无啊久诶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擦掉。好，换这个所在，伊看还阁模糊哦，然后特写哦，我们直接这样，要把它抛光，伊这较高，你知道？嗯。我刚遐另外一罐黄的咧用，应该效果也是不错了。但是黄的我无炸，遐我加一罐尔。你就是要把前面那个氧化都全部推掉。哇、哦，那这罐真有好用咧，惊死！真的、啊？你莫想大个电池做，迄个啥电池要电池帮你咧。这算白龙雪汽车米用，我都买米啊！我赢，真正赢。哦，他这里还有剩下一点点，你看啊、哦，这个一挂挂哦，阿加马西，好，我们再继续哦，不中断的哦。这不是变魔术咯、哦？你拢知影白龙雪的节目是完全无特效的哦，因我嘛袂晓用特效，阿会用我也不想用，因为我刚想判断的。黄黄的，啊！这布你要用一般的布就好了，这布是迄枪哥送我的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！我刚才带你出去，电话可能给加更，我们会做个对照组的。哦，我想奇怪，进前 LED 扫边扫啊，这样好着，我要是我刚才。这也无剪接，你们手咁要断去，你们知？好，这边还有一点点，
你们在看我哦，有够光的啦！你们有觉得？有觉得刷觉得紧嘞？哦，有够光！哦，它前面就是它光型会挡住的部分。哦，这边我们现在要来靠这边了哦，要靠这边再刷刷我。要死油嘞！你那只管那边是万能嘞。我刚才用那种拍蜡机啊，来扫哦，吼，我感觉有点无敌的，要死油，要死油嘞！我现在无咧骗，还佫加只，用运镜迄个，这上面比较不严重，应该就拖一下就好了，最主要是前面。我够恐怖的啦！我好佳在他那个妊娠纹里面那脏东西不是在前面，不是伫内底啊！你也伫内底就无救啊！中间还有一根，好，擦干净了哦，擦干净了哦，要死油，要死油嘞！有金无？这还无露到。旁边再加强一下，哦，这边要死油，哇，真正的，再近一点，你看这，连这大灯泡看都改弹啊，啊这加这，啊这规大堆当做美容啊呢，惊死，真正惊死，我来骗，惊死煞惊死。安尼我等下回去，吹电火就会变作光的，加作光的。好，我们来把它全部擦干净，应该这样就好了啦。收尾啊，好，安尼就使。啊，其他你若再龟毛一下，你要用再用，前面完全不见了呢，完全不见了呢，好收嘞，惊到。我这边真惊到呢，这个小块纸应该用掉。我们是同学差好多哦，有没有差很多？这就是白龙学的核心价值啊，有够金的啦！你老师嘞，靠腰。好，我们出去试车，先来看哦，打开哦。哦，你看光型跑出来了啦。哦，差有够多，来，出去实测，来，瞬间来到外面，嚯、哦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我的讲嘛，它这个光型是非常漂亮的才对啊，哦，所以那个前面雾化差很多呢。来哦，我这个关掉哦，远灯要开了哦，远灯近远灯头呢，你看，哇，哇，你看，我们把它放大。够光的啦，安尼唔则是大灯。来，我们把它停下来，侧面看一下。安尼唔则有做大灯，对不对？偌赞嘞！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灯那个 LED 升级的时候，那个灯具你们要注意一下。哦，有够光的啦！来，远灯，哦，近远灯同亮的时候，它是变这样子。哦，加赞哦。哦。过来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么瞬间跳进，就是我们前几集哦，有安装那个 LED， 它还没抛光这个哦灯具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画面跳接一下哦，跳过，啪啪，有没有差很多？惊到哦！啊，我那个拍摄顺序是前面是先安装，因为之前有那个要送礼物给同学嘛。好，玩这朋友，所以我那个飞利浦，然后把它拆一下。啊，飞利浦本身也是蛮亮的，但是在那个灯具 NG 的情况之下，没有办法展现出它的那个亮度。那、啊、后来这个就是我们展现出来的感觉哦，真赞哦！这个片尾我后来是要把它剪一些进去的，有够光的呢，要修嘞，安尼唔才对。来。
远灯再拍下去，哦，远灯。我会惊呢，好、哦，来哦，我们再看哦，这个哦，我一直往那瞟，哦，超车灯就知道了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差很多、哦？赞哦，哦，好了，那个谢谢收看了、啊。阿邦雪拍这个灯具的话，就是习惯晚上拍，所以影片都会拖很久了。感谢老板赞助，谢谢啦。卡西提跟他赞你啊。